我们已经到剧场了。今天我给自己点了最近他从上新以来都超级想吃的这个吉士炒爽蛋堡，因为它里面有超级超级多鸡蛋。看，哇啊，开心啊！然后一杯咖啡，还有薯饼。我真的很喜欢吃薯饼，以前，但是妈妈不给我吃太多，她说对身体。我最近回来瘦了好多，所以我决定吃啊。今天我的蛋，里面的蛋是不是很棒棒？然后 B 站还有20多分，星巴克还7分钟关门了。现在在看 Vicky 的 Vlog， 蹭到把它传完。刚才去那个书店的网购，9点差不多关门，所以我们就找星巴克了。幸福，接下来的几天都要这样传视频。今天做完造型了，这是我今天的 style。现在我们在剪片。肯定知道我的痴迷是对你的探索，我请你买落在家里 battle I do what you want， 我要填满你的寂寞。我现在已经做好造型啦，这是我最近新买的项链，就专门配这种衣服的，冬天很哦。欢迎我们的 Jenny 小琪啦，今天我要给足戏份你，终于要给我戏份。对，本来把我的 一张全部都剪掉了。是的，谁叫你那一天18寸。对，不要攻击我，没事。明天哦，明天录不了，明天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没事，我们素颜有魅力，素颜也可以录。快点，回眸回眸，来，一二三。哎，不行，这边光线不好，你转。来，我准备好了。不行不行，这边光线不好，这边太不好了。来，转个头。我准备好了。啊，天。一二三。你要甩那种头发有没有？不行，我放慢放慢放慢。来来，5、6、7，再来。做我的猫。看你贪睡的模样，听你的呼吸，爱你的习惯仿佛的温习，为了照顾你，我不停的努力。滚去。好的，我们现在要去和签。你们知道和签什么意思？快跟着你 open the door。 yeah， 老板请。谢谢呀，收获一个正在努力练习的江山宝宝。今天是你的圣诞公演，要加油。奇怪跳，很奇怪吗？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剧场。让我们形影不离，就如胶似漆，在白夜里。哇哦！我们先去休息。就是有雨。哇塞哇！哇，好温暖。嗨。这边灯光好好。真的。是的。你看。是不是？法力好用。现在要努力剪片了。为了今天视频发出去，认真努力。我觉得今天自己好像有那种知识来临。今天呢，可是快结束了。然后我刚刚也剪完了视频，现在在加字幕。刚刚抽到了东酿，哎，粉丝给我送的东酿酒，哎呦。对，他说，冬至一定得要喝这个。哦，看，给大家看看，我最爱最爱的烤饭团，我真的好想吃烤饭团，还有玉子香。好了，我一定会好好吃的。然后我也饿肚子，今天感觉一天都过得很美好，可以吃吃吃。谢谢你送的，谢谢送的。好，我现在要继续剪视频，希望等一下能尽快把它发出来。现在是11:52了。OK， 那我现在继续剪啦。现在我们要去星巴克，给大家看看现在的大家，把你们也拍进去。对，入住伤心的 vlog。对，恭喜珍妮宝宝杀青，有一个哦杀青，对你小夜曲杀青了。好了，我们现在去，先去啊。嗨，这位。嗨。哎，原来拍下偶像是这种感觉啊！见，快哇！他们真的在吃饭。珍妮，回头。哎呦！这位粉丝，哎，我对你这么甜，你下次还来看我啊？当然。拜拜，这位粉丝要记住了。不找我给你办了，我绝对能办成你想要的效果，知道吗？你想骗我？一次。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你找我给你办的，我瞬间觉得我的钱又
你呀，娜娜可爱，背着个小怪兽，可爱。这是松鼠吗？花栗鼠，花栗鼠就是好可爱。就是你的啊？哦，那个兄弟，对，好可爱。走吧，你也是可爱的洛洛。啊，咖啡店的导演，我们现在要去握手了。来，握到几点？五点。没握到五点，我自闭了。我好困，晚上我觉得跳不动公园了，跳不动，我自闭了。来，看见还行动呢。我们能去拍个照吗？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不能每次上午的，就换一换呢？我每次都在上面。哇，我还人气高，我这。换的是吧？换这边吧。没得商量。我看看大家，哎，坐哪儿啊？嗨，这就是我们握手会。坐哪儿啊，孙人家？坐这吧。阿丽，今天你要参加阿山的生日，你要准备给他什么真情实感的话吗？有想让他哭吗？没有，不想让他哭，想让他开开心心过一个生日。他跟上次的发型不一样了，在 vlog 出现里他是短发，啊不，他是长发，可能昨天没睡够，他嘴瓢超瓢。超瓢。对，然后他现在换成了一个。跟我差不多感觉，哎，对，我感觉好像比你比我长那么一丢丢。我跟你说，我上次就是第一次剪的短发就这么短，然后我就越剪越短。是什么魔力吗？是的，有这个魔力，因为你会觉得头发会开。一二三，回头。好，我要上去了，加油加油！看我们生日的时候就会收到一堆礼物。对啊，今天后台满满当当，因为握手会完之后。大家都收到很多对粉丝送的礼物。哎，这是我今天的头发，傻不拉几，是不是？就中像那种《还珠格格》，就是那个谁，就感觉很好笑，因为我今天修了修我的刘海，就感觉它很短。啊，你们知道吗？现在是公演 MC 结束，然后我现在正在传 vlog， 然后 vlog， 但是传不上去，我给大家看看我是怎么传 vlog。Yeah。一个爱心的打马赛克。需要的朋友需要。那每个人看见了我的蛋。真的好心累，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第四首 Unit 了吧？对，现在已经是第四首 Unit， 给大家看我怎么穿的，因为这只有这里有信号，可是我就把我的这个放在了这里穿，穿了这么久，才穿到了这么多，我要穿多久才能穿上？这是个谜，继续放在这穿吧。好怕传不上去啊！现在很迷惑，也很迷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你能穿好一点。这头发肯定好傻呀，刘海剪太短了。挺好看的这裙子。他还没有穿完，我刚一直坐着。穿了好久，天哪，我要哭了。参加山的生日特殊节目了。久违的荣耀日，好久没有跳。我在遥远天际下等待着黎明，感受清晨光芒照亮失落大地。Sunrise, sunshine。触碰被换上色彩美丽场景，那些走过的路我们不会忘记，于是我们又将踏上新的足迹。 Every day, every time， 我都会随时出现在这里。好像所谓都可以走，我不需要让谁
想不可能风平浪静。First time 上彩虹，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沉溺，就算掉进泥泞我也不会放弃。我愿微笑谢谢每一步的脚印。 Say no Say yeah， 未来我都会努力成为自己。哇阿山在努力的练习。啊，我好紧张，我要死了。你要跳什么 hopping？ 我一打会翻车。没事没事，不必翻车好吗？别拍我，那这里一翻车多大？你的生日公演翻车，加油啊！眼睛明亮清澈，闭上眼睛亮清澈。哇，大家看得好认真哦。我把它录下来了，好笑表情包了吧？但是眉毛扭了一下，不可以嘲笑别人啊！我们的山宝宝，哈哈哈哈哈！非常的精彩。好，玩手机，好，准备好了，宝贝，月，天哪，你放自己平平，马上开始了，下得来。佳，你的心情如何？我你相信吧，谢谢。我不行，快，哎，怎么又把它拆了？再来一次，没关系，不要着急，我教你。有个鬼托儿子，感冒了。掉错了，工作中心啦。今天收到了这么多礼物，谢谢大家。哦，有这个是我化妆包了，然后那里有帽子，是给我送的帽子。对。冬酿酒，还有阿星很喜欢喝的罐儿咖啡，还有支持我跟许昂玉卓的手机壳。但就是我跟许昂玉卓的手机壳有非常多不同的样子，等许昂玉卓回来了就可以。我们有收到了超多不同的版本，谢谢大家。我在喝牛奶，把它热，然后看我自己 vlog 弹幕。然后我刚刚直播完，现在打算收拾一下，卸个妆差不多就睡觉了，因为明天其实是休息天，想给自己好好的缓一缓，因为这几天连轴转太累了，打算说明天早点起来，把大家的那个30个问题回答给录掉。我其实有打算说明天下午去练瑜伽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得上，如果预约得上的话，大家明天跟我去练瑜伽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vlog 的话呢，请给我点赞、投币、关注、收藏。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请赶紧关注我，这样子我更新的时候你就能收到我的信息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请加入我的应援会317180384。那我们下一期 vlog 再见喽，拜拜。